紧接在斯蒂凡被杀害殉道的事件之后，从第八章开始，路加就叙述扫罗进一步逼迫教会使门徒四散的经过。不但如此，他进一步叙述福音怎么样广传到更广地区撒玛利亚。我们要回来看一个更大的一个段落，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到十二章二十五节，叙述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宣教，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门徒分散之后，却因此把福音广传到犹太、撒玛利亚和安提亚外邦人的领域，这是一个更广地区。所以逼迫一个重要的功效，反而是促使教会在宣教的历程当中迈出最重要的一步。第八章就是这一段福音从耶路撒冷往外广传的第一章。所以我们来看第八章可以分为三段，就是八章的一到三节、四到二十五节、二十六到四十节。从斯蒂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遭受逼迫，这一段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拿着男女下在监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除了使徒以外，耶路撒冷的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地区。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使徒还可以留在耶路撒冷，甚至他们没有被捕入狱？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并不表示他们就可以免于遭受逼迫。以后我们会在第十二章进一步看见，彼得跟雅各这些重要的人物还是继续遭受逼迫的。但是目前他们很可能觉得留在耶路撒冷是他们重要的责任，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对犹太人传讲福音，因为耶稣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传讲福音。耶路撒冷的人口相当的多，所以他们还是有重要的责任要继续把福音广传给人。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使徒们行了神迹奇事，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民众很尊重他们。我们在前面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已经看见，神使使徒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许多百姓都尊敬他们，也就基于百姓对他们尊敬，犹太人的领袖对这些使徒们有所顾忌，不敢随便的再逼迫他们，所以使徒们相当有勇气跟把握，神要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侍奉，尽管有这个逼迫的可能。所以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扫罗是教会的逼迫者，他进入信徒的家里，把男女拖出来下在监狱里面，这是第一段的记载。刚刚提到这一个扫罗的逼迫使教会的门徒四散，但是却促使福音广传。那些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就把福音传到那里。所以从第八章的第四节，我们看见一个简短的记载，那一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第五节，腓力就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以及神国的福音，他在那里并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我们看见第六节到第八节摘要的记载，腓力的侍奉的果效，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个城里就大有欢喜。这段的记载也让我们看见，腓力就跟使徒彼得、约翰一样，拥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当然也看见，从第六章斯蒂凡也一样，他也拥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能力就帮助腓力所见证的耶稣基督跟神国的福音，使当地的撒玛利亚的百姓信服，并且相信接受。其中也包括一个
名叫西门的行邪术的人，这记载在第九节。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在撒玛利亚行邪术的能力使当地的百姓很惊奇，无论大人或小孩都听从他，就说这个人就是称为神的大能者。邪术的能力当然会使当时的人战惊甚至恐惧，他们相信这样的人是从神来的，有大能力的。可是当他们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远远大于这个西门所行的邪术，他们就不再相信这一位西门所讲的一切，反而接受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名，因此他们就相信受洗。这记载在第十二节。这样许多撒玛利亚人相信主，见证撒玛利亚人被腓力所传的神国福音跟耶稣基督能力所说服，所以许多人相信以后呢，包括西门自己也被迫要承认这个现实，所以他也相信了受洗，就常跟腓力在一处。他跟腓力在一起的时候，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就令他更加的惊讶而且信服。所以路加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其实是蛮生动的一个画面。而这许多撒玛利亚人相信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第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让我们看见使徒彼得跟约翰就受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来视察撒玛利亚人信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十四节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圣灵。我们刚刚谈到这两位使徒是受差派去调查了解撒玛利亚人相信福音的经过或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当这两位使徒到了撒玛利亚，就发现是他们的同工腓力在那里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就安心了。于是他们就问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到底有没有领受神的圣灵的同在。可是这些撒玛利亚城里的人竟然说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可能会令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彼得在五旬节讲到使三千人扎心，他们就问彼得跟其他的使徒要怎么行，彼得的回答是，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罪的赦免和圣灵。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些人都已经相信甚至受洗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圣灵临到他们呢？这个好像是很冲突的一个记载。可是我们如果了解这整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背景，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正确的原因。这一点其实不是像有一些灵恩教会的人他们会解释说，一个人相信了受洗了还没有领受圣灵，必须要传道者或有圣灵恩赐的神的仆人特别为他们按手才会领受圣灵，这就是所谓的两阶段式的领受圣灵。但是这样的解经其实是有待商榷的，不过很正确。一些福音派的学者他们考证这段经文，他们解释是从历史背景来看，为什么这个时候神要特别这样的做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是长期有敌对的关系，两个族群的人是不来往的。我们要说明一点，就是撒玛利亚人原本是犹太人，但是由于他们跟外邦人通婚，所以被纯正的犹太人看为血统不纯正，所以他们被认为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羔羊。后来在历史当中，这两个族群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的仇恨，甚至最严重的一次历史事件是撒玛利亚人竟然把死人的骨头丢进耶路撒冷的圣殿，这被视为是严重亵渎圣殿的行为，所以两个种族仇恨就敌对关系越来越加深。到了主耶稣那个阶段那个时期，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种族其实不来往的。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就打发他的使者在前头走。所以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接待他，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他们是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这一段记载让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不来往敌对的关系，但是当然耶稣他就转身责备两个门徒，叫他们不可以有这样的心思跟意念，因为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是耶稣要来救赎的对象。第二个经文让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敌对的关系，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一个雅各井。那耶稣因为长期走路困乏口渴，就向那时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打水的，请他给他一些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是约翰加进来的一个说明，让我们知道这两个种族是不来往敌对的关系。所以鉴于这样的两个族群敌对不来往的关系，现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撒玛利亚人竟然领受了福音，所以他们来视察，却发现他们没有圣灵。这样的敌对的关系是使犹太人甚至包括信主的犹太基督徒仍然无法完全了解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会接受福音。这样的族群的隔阂会造成耶稣基督的教会无法合一，所以神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就保守他的圣灵，虽然圣灵已经在他们心中工作，使撒玛利亚人看见福音的大能，神国福音的宝贵，他们愿意相信，但这个圣灵同在的具体的能力神却保留到等彼得跟约翰这两位耶路撒冷教会重要的领袖来了之后，让他们晓得他们却是真心相信，他们为他们祈求祷告，所以圣灵降临下来。也就是说神特别保守圣灵降临这个现象，让耶路撒冷两个重要的领袖人物使徒彼得跟约翰看见了，他们就可以回去对耶路撒冷教会其他的使徒跟同工信徒来见证说，这些人是从我们的同工腓力听受福音，我们去为他们祷告，他们具体领受神的圣灵。所以圣灵的保守赐下是一样的，不但我们耶稣的门徒领受，连撒玛利亚人一样领受。那么这样的亲身的见证就可以促使两个敌对的族群可以化消他们彼此敌对的关系。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们知道了，就可以接受撒玛利亚人同样与他们领受神的恩典，不但罪的赦免，也包括圣灵能力在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比较能够说明为什么神的圣灵要到这个时候才降临到撒玛利亚人身上。这不是像别的人所说的那种两阶段领受神的圣灵的福分，这个解释在我看来并不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这一次的圣灵降临显然是看得见跟听得到的现象，所以以至于第十八节以下记载，这位行邪术的西门，他看见使徒按手有圣灵赐下来，他就很渴慕想要这个能力，所以他就对彼得说，请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他想用钱来买这个赐下圣灵的权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所以彼得就对他说很严厉的话，二十节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捆绑，这个是严厉责备的话。西门了解他的错了，就求彼得说，愿你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这是圣灵具体降临非常明显的现象，以致西门可以看得见。这样子的降临就有点类似五旬节，圣灵降临是风火蛇可以看见听见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说撒玛利亚人所领受的
圣灵就是跟五旬节使徒们所领受的一样的圣灵，这是神的恩典，让福音跟神的能力从耶路撒冷出来进到撒玛利亚，使相信的人可以接受。这一段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福音从耶路撒冷进到撒玛利亚之后一个美好的历史记录。二十五节还有一个简单的摘要说明，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在撒玛利亚证明主的道，而且传讲以后他们还是有机会继续对当地人传讲福音，所以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讲福音。所以彼得、约翰、腓力联合起来就实践了耶稣所应许的，你们领受圣灵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的见证。所以这是第二段的记载。第八章第三段是在二十六节到四十节，这一段叙述腓力传道给伊索比亚太监，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们看见福音不但传给撒玛利亚人，而且传给一个外邦的太监。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你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神就引导他的使者，引导腓力。但是在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这个是主的使者跟圣灵其实是合为一，来让我们看见这是神主动的引导，引导腓力传福音给这个太监。这位太监是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他原本是埃提阿伯，就是现今的伊索比亚的这个国家，他是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库银。他到耶路撒冷是来敬拜神，以后我们也会在第十章看到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敬畏神的外邦人。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会接纳这样的人来敬拜，所以这位以索比亚的太监他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这是他在回城的路上。所以神启示腓力来往这条路上走，就遇见了这一位太监要回去。那他在回城的路上做什么呢？我们看到二十八节记载，他在车上坐着就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就启示腓力说，你跟他说话。他就靠近那个车子走，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以赛亚先知书，就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这位太监就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他就请腓力上车跟他同坐。他所念的那一段经文就是，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到八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是以赛亚预言有一位受苦的仆人要为人担当多人的罪孽。我们曾经在第三章讲说，彼得在对所罗门廊下的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就引用以赛亚五十三章受苦的仆人来对他们讲传讲耶稣基督。这里腓力听见这一位太监读以赛亚五十三章的经文，这是他所熟悉了解的经文。三十四节，太监就问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到底是指谁呢？是指他自己说的呢，还是指别人？腓力就用这段经文来传讲耶稣基督，这表明他已经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所预言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就根据这段话来为他做见证。那路加在这里就没有进一步说明他见证的内容，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就已经清楚知道他腓力深切了解耶稣是应验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来为人担当罪孽，为人舍命赎罪，为了把永生的救恩赐给所有的世人。所以这样的讲解使这位太监相信、接受、信服。三十六节我们看见他就主动的对腓力说，因为他们行经一个有水的地方，就说，看到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就说我很乐意受洗，接受这个救恩，这宝贵的福音。所以他就吩咐车站住，腓力就跟他一同下到水里为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以后，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喜走路。
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在那个地方传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这段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其实是蛮神奇的。当腓力为这太监受洗，他已经完成神所引导他来做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位太监。当他相信接受了，神就用神奇的能力把他提走，就消失了。当然，从今天我们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太神奇的一件事，不可能。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旧约当中，神如果能够行神迹奇事，创造天地，神能够叫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其中走过，神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那么他用他的圣灵把腓力提走，这其实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我们看见以西结先知，他被圣灵也曾经提起到一个地方，他见异象啊，所以这样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的彰显。那总而言之，我们看见这一段记载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个事件让我们看见第一个重点，就是神悦纳各国中敬畏他的人。这一句话其实是彼得后来在对哥尼流讲到的时候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们应用在这一位太监的身上也是蛮贴切的。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他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的敬虔的心神悦纳，就主动引导腓力把救恩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传给他。所以是神主动引导腓力去传福音给这位太监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首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不是彼得，而是这一位说希腊话的基督徒腓力，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显明，神依然差派他的子民献身传福音的工作。早期教会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到今天近代的教会一样有这样的人顺从神的旨意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看见举一些例子，像李文斯顿很有名的宣教士，他到非洲去几乎被狮子吃掉，但是他在那里忠心传讲神国的福音。我们也看见马里逊到中国来把圣经翻成中文，让中国人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语言来看见神的救恩，他圣经上美好的旨意，以及教导人在地上过敬虔生活的许多的真理。戴德生也受神的引导到中国大陆传讲救恩的福音，他甚至愿意把他的生命他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中国，以致他的历代他的子孙到今天都还在中国传讲福音。我们也看见像加拿大的马杰博士，当年到台湾来传讲福音，他有一句名言，宁愿烧尽不愿秀坏，要把他的生命奉献给台湾的人。我们也看见许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领受神的救恩恩典之后，也顺从神的引导，即使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之中，他们还是到全国各地去传讲福音。他们牺牲了自己家庭生活的幸福，受了许多的苦难逼迫艰难，但是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传讲福音，这些都是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值得我们效法。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八章这样的记载，这些受逼迫的门徒能够到所到之处传讲福音的真理，也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效法的榜样。《使徒行传》第九章叙述扫罗的转变跟侍奉。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扫罗在逼迫教会的事情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第九章路加就进一步叙述，他不但在耶路撒冷逼迫教会的信徒，他仍然要到其他的地方做逼迫的事。第九章1-19节记载他在逼迫信徒的途中遇见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对他的显现使他的生命转变。九章的1-9节就记载这个迫害基督徒的途中复活耶稣向他显现使他转变的过程。九章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句话让我们看见，扫罗是从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得到授权，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和本翻成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市镇，离耶路撒冷大约151英里或者242公里的路程，有不少的犹太人口。保罗去那里的目的就是继续追捕基督徒，显然是因为基督徒的教导会在大马士革影响当地的犹太人，因为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影响，在其他所到之处都会有影响。第二点，我们要看这里有一句话有意思，就是信奉这道的人，这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用来形容耶稣基督的门徒特有的一个词，他们是属于这道的人，英文的翻译是 the way， way 就是道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词。这个名词显然是门徒用来形容他们所信从的是生命之道。前面第5章20节，天使要彼得到圣殿里面去对其他的人传讲生命之道，或者也是救恩之道。以后我们会在第16章17节，保罗对腓立比的狱卒传讲的就是这救恩之道。扫罗在往前行，将要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忽然看见天上有大光四面照着他，第4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一段的记载让我们看见耶稣对保罗显现是用光的形式来显现，这道天上来的光四面照着他，然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话，这也是耶稣从天上给他特别的启示。这个现象让扫罗非常震惊，他就跌倒到地上，他听见他所逼迫的耶稣对他说话，而且吩咐他进入大马士革城里，因为在那里会有人告诉他要怎么做。这个记载让我们看见扫罗与主耶稣相遇的经历，就和旧约的时代先知蒙神呼召有相似之处。光是神荣耀的特征，天上的声音也是神的启示，这在出埃及记3章1到6节或者以赛亚书6章8节等等这些经文都提到光跟神的启示。但是扫罗这里所听到的声音是复活耶稣的声音，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这一句话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扫罗所逼迫的是谁呢？他到大马士革所要追捕的是耶稣的门徒，可是耶稣竟然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原来逼迫耶稣的门徒就是逼迫耶稣，耶稣与他的百姓合为一，他与他们同在，凡是逼迫他的门徒就是逼迫他。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令我们惊讶，因为耶稣在传道期间曾经对门徒说过类似的话语。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0章16节，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与他的门徒是合为一的，他们受差派去传讲耶稣的名以及神国的福音，就等于耶稣亲自去传讲一样。所以扫罗现在逼迫耶稣的门徒，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跟扫罗同行的人，他们站在那里却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听见声音，可是他们没有看见任何人，因为这个特别的启示是针对扫罗，扫罗可以清楚明白。扫罗就从地上起来，但是他的眼睛虽然睁开却看不见什么，因为神主耶稣的光特别让他看不见，那个光太强烈以至于张着眼睛看不见任何的事物。所以跟从他一起同行的人就拉着他的手带领他进入大马士革里面。路加的记载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第9节，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3天不吃不喝？他到底在做些什么，或者在想些什么？
通常我在解经，在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比较不喜欢用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因为有些时候心理分析不见得很正确。但这个地方或许我们可以破个例，我们来想一想，其实虽然路加没有记载，我们可以相当合理的推测它的原因。我们不要忘记，扫罗来大马士革的目的是要追捕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这样子就是热心侍奉神。扫罗不相信耶稣门徒的见证的，因为他们见证说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是弥赛亚，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救主，甚至是天下人间唯一的救主，跟神同等，这根本是亵渎神的话。但是大马士革路上从天上的声音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这个声音跟他说，他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这一句话仿佛晴天霹雳一样，将扫罗整个人跟他的神学思想彻底震碎了。以前他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现在对他说话的耶稣证明他确实复活。原来他过去不相信门徒所做的见证，但是这一句话让他发现，原来他这个受过严谨律法教育的神学家，以及耶路撒冷犹太教所有的领袖，竟然都错了，而且错得很大。耶稣的门徒，那一些从加利利来的渔夫，那一些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竟然是对的。而扫罗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而且对他显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扫罗这三天不吃不喝，他能够想些什么？他的思想天翻地覆，他发现他过去所相信的竟然都完全错误，他对律法的了解也有所偏差，他不相信先知对耶稣所做的预言，但是复活的耶稣对他的显现使他这一切都完全改观。他明白了使徒们所传讲的真理，他明白了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他真是复活的主。所以这三天之中，眼睛看不见的扫罗，他心里所看见的反而比他眼睛明亮的时候所看见的更清楚更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他整个思想跟他的生命要彻底被改变。所以这三日不吃不喝其实隐含了非常多深切的意义。